来看镜头，一二三，好的，下一张，看我这，看我这，有100万哦。嗯，辛苦了，让我们把镜头拉近。没错，眼前的拍摄作品可都是画出来的，来自南非开普敦的概念设计师、角色设计师丹尼尔·克拉克，曾在 Triggerfish 担任艺术总监，现在是个自由插画师。大概是因为自由吧，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服装和时尚圈的学习研究里，再将自己对于服装和设计的理解融合到了每一位模特的造型当中，大胆的用色，对比效果强烈醒目又不失统一。对于画面的质感咱们怎么形容？来，就是现在，把手机屏幕亮度调高，稍微拉开点距离，厚重且绵密，绵密且松散，松散且顺滑，质感已经无需言语来形容，眼睛会告诉你答案。看画就来画站，拜拜。